2018年宜兰县全民共佛斋僧暨孝亲报恩法会，107年5月27日在七张社区活动中心召开第三次筹备会。礼佛问讯，一问讯，再问讯，三问讯。好，大众请坐。指导法师带领大家礼佛后，由朱如文理事长邀请开城寺住持长通法师为大家开示。会让你过去的父母、现世的父母，会让你的家庭事业拢足好诶。所以为什么全球啊，全世界人在咧办，几万人、几千人诶，你会当看。为什么人要较辛苦要来办？每年在咧办，因为效果足好，也希望。咱咧宜兰会当来办这个斋经了后，大家拢会平安，大家拢会顺利。透过供佛斋僧，能够为过去世与现在世父母积德、消灾解厄，并且安住内心。因此，宜兰县全民供佛斋僧功德会在举办第二年的活动中，就能号召众多贤能与大批义工参与投入。做一件好的代志，做一件这么盛大庄严的代志，真是。确实，真济不足，一定要阁一一去克服，啊，一一阁甲弥补。我想今年办的供佛斋僧，一定会阁较殊胜，阁较圆满，阁较零缺点。因为咱宜兰办斋僧，拄仔咱的师傅讲吼，宜兰资源足细，空间细，办的吼，办这个斋僧吼，唔是咱想的讲遐简单吼。加在吼，有师傅吼，这样哩英明，甲咱哩引导，啊，佫较侪咱的副会长啊，主任委员，啊，佫咱的所有的发心的志工的菩萨，专业甲咱支持这场的供佛斋僧的这个大法会吼，所以讲准备准备到哪来，一切非常顺利无碍。各副会长及今年举办孝心灯法会的主任委员也全程参与第三次筹备会，积极投入相关准备工作。我希望的财主在虔诚台顶咧，尽量咱来呼吁大家咧，尽量来参加这个点灯啊，这个点灯咧啊，这个场面咧，这灯咧，然后点起来是非常非常的壮观哦。咱呢来为着这个地球，这个地球呢，来祈福，祈福这个地球呢，这个所有这个地球，这个净土，可以清清气气、干干净净，可以呢，这个世界会当和平共存了呢。咱遵循因的意思，照因的意思去做，配合因。来做这个工作，地主叔叔啊，因买地的福报来放在咱的落地啊，替予咱的子孙用，咱的世代人用，和这个整个宇宙会产生啥吉祥如意。有会长这么关心，我想今年会办更加好。我虽然是60-70啊，做无工作，但是我出一支嘴，我也要来甲大家，咱这团队，甲咱这活动来加油，甲咱这大会来勉励。祈求咱今年九月七日嘛，两天吼，咱的这个活动会办个比顶年更加好，比顶年更成功，安尼好无？多谢各位啊！上知识吼，你们今天能够拨空来参加这个筹备会吼，我看到各位菩萨吼这么发心，我就足感动啊！所以我是对着各位菩萨哦，同沾法益，跟你们学习啊，我这蔡教会长啦，六月七三，我要做这个全民念佛的这个会长哦，嘛希望讲各位菩萨能够邀约更多的人来参加这个好的事情哦。我记得去年在9月份的时候，那种场面真的蛮令人感动。那今年呢，承蒙我们会再给小弟一个学习的机会，那我今年一样负责的工作我相信。依去年的一个经验，我相信今年一定会把它做得更好一点因为去年有学习到，那今年能够把去年的经验继续把它传承下去，那也再一次感谢各位能够与各位来做一个相处，谢谢。
几啊届开会啊吼，拢非常非常看到咱助理署长用心，甲咱所有干部啊吼，啊所以讲一处啊吼，伫今年度是我个人啦、啊、吼，个人啦、啊、吼，受到咱的助理署长邀请吼、啊，来参与到咱的工地会啦、啊、吼，啊希望讲咱这次的工地会，大家会当真用心，而且会当吼非常非常啦、啊，以及咱即马。目前知影的部分是，还佫有欠缺一寡志工嘛吼，因咱要筹备几千人的一个活动啊吼，需要就是人，啊资源的部分当然是会长较用心啦吼，理事长较用心嘛吼，啊希望咱这次的工地会会当圆满成功。为了加强各部会编组及干部就绪的作业，本次筹备会礼聘两位新任部长，第二部汤生雄，第五部李汪炳，分别投入交通机动与艺文接待等工作。在业务报告与各部工作报告中，秘书处及各部部长分别针对目前的进度及各组组别组长的邀请和义工的号召工作进行报告。指导法师说，有佛法就有办法，筹备期间遇到的难关，最后佛祖都会为大家解决。咱依然在咱台湾内底算讲是一个小官，但是会当在这个办这个咱台湾内底第四大的财政大会，这是咱宜兰人的福报。啊，咱来感恩着长东法师的指导带领，啊，会长的发动，吼、哦，啊，咱是这是咱的影响，咱对着因的后脚步，安尼来对行，这是正确的道路，阿弥陀佛。相信在各部长努力不懈的前进中，会有更多有志之士应用社会资源，带着热忱的心投入，并带动更多民众参与服务行列，欢喜迎接在9月份举办的盛事。